然后的话，这把的话一九直接破碎，我也破碎啊。好了，点了。小手挂塔，你宝宝拍过去啊？怎么又他妈的开鸟阵啊？狗日的，难受啊！哎呀，我不要跟他打，这一直打太麻烦了。算了，没事。刚才我们是没打好，这一把我憋个慢猪，或许有速度啊。我这把为什么要变啊？他万一我变了，他来个风筝呢？这就是猜的呀。所以别说话，你他妈说了个，不过跟你也没关系，算了，没事，又不会输。只要这把被我破碎给搞成功啊，他出不了手那个。嗯，小死亡中了没问题，他肯定会贴的，这把我算准了已经。哇，化身比你快了，我操！比你快了就麻烦。我放了十五呀。那他牛局可能是没那个了呀，刚才牛局是十五了，他一数的妈的逼，怎么回事啊？上这么快的了都，不过他牛局牛阵，他唯一的劣势就是清不了我们宝宝的。卡得好，等的就是你这个卡大金，你不可能会卡蓝的。刚才我没有使用破碎，地府先直接启动啊！我马上又来，满也行吧。哎，死不了！哇操他妈个屁！点他五号飞啊，没事。金金金金金，点五号飞。高连点哪个？高连的话就直接点他那个地府。啊，化身是不要盯，化身是不要盯，点五号飞就行了。你的宝宝可以卡个小四海给自己，没问题。嗯，他这把肯定要挂的，他会无情连挂的。这把还行，他那个凌波城啊，他没有蓝倒地，他很难受的。可以，现在破碎，你以为你是我吗？我的破碎兄弟，你是有点难学的。他上一把你看到没？他卡蓝了，知道我有破碎，结果我没有破碎。这一把他没卡蓝，我破碎了，我也是太坏了。牛局怎么不换须弥啦？冲得这么猛，这样我们宝宝齐全非常舒服的。操你妈又神！哎呀，死了我就难受了。化身的宝宝拉我，拉对子啊、不用了，不用了，起盾起盾啊！化身师的话是推个血吧，要不地府你先起个盾嘛，然后我们宝宝继续按他那个队长。好，我先把就按他队长。我操他妈的这！没事，这把是你他妈，我看他是疯了，真的是无限破碎，那估计要死了呀。他三号宝宝神佑的太卑鄙了，每次这个地府啊都会神一下的，这样还行，只要我神一下也死不了，不过他会抓。嗯，这把的归宿出的非常好了。你怎么知道我死了？我稳的。
那死不了了呀，你还100到63百。好，我归属了，花人直接守我，我等马给你卡大星，地府直接出虚弥吧。我分析吧，两个都出来了，你妈只能拉人。哎，我自动了，哎呦，你妈死了真的！别，我俩，哎呀，这周总号自动了，就你三秒，他妈的！两个蛇全死，你妈只能拉人，不然没拉了，对吧？嗯，哎呦，我自动了，你稍等一批。我他妈龟速拉队长平 A 出去了，哎呦！我的那一个都没死啊。嗯，所以说双开太烦了呀，没了。他一下把也笑你了，你守地府。我守你呀，你是说守你呀？不，我他妈有伤的怎么守啊？啊，守，守的入侵毒，算了，没事，还能再打一下，别急啊，只要你化身不死。哎呦，自动了，操了，真的，说操作完这个，另外一个就自动了，我日，地府直接能给化身卡个大金，化身自己守。有没有单位的？我拉你，你飞。Okay. 哎呀，这双开是真的烦呀！妈的，现在让他凌波城缓住了，你知道吗？他也自动了。废话吗？你这不是？那还行啊，他也是双开的吧？好哟！我操，这不能跟十八里打，这运气太差了呀！把把无魂舔呐，舔狗，我操！哎，又要送他30分。我这火了，跟他打的。上一把嘛连舔，这次嘛又舔。为什么那么喜欢舔呢？我在想。他也阵法嘛不变呢，我操你他妈的！看我能不能杀出来吧。你没速度的。你对面队长快，对面抓你换个虚名你就死了。辞是辞不动的。主要是辞了也没用啊，美德哥死在地上了呀，宝宝们是神佑的不神佑的，别死啊，直接出个虚弥吧，然后我归宿点周总自己拉，出虚弥，你出归宿，我说地府出，哦，这把已经输了，打不了了又。哎呦难受啊，这开的我。嗯，把他牛局给虚死。啊，现在完了，我们已经被他破碎黄那个了。这个是全力凌波城啊。主要他妈的他分低呀、啊，他扣我扣分太多了，这太烦了。没事啊，化身如果没中死亡的话，其实还可以的。这样的话，我这样飞永远飞不崩他。啊，19自己拉，我的拉地府，地府出虚弥。再打一下，只要死亡快了，下回合白给就可以起来了。他妈死了，这个傻逼东西！我狂喷的，我吃五龙你挂不中，牛逼，真的！吃五龙他挂不中啊！哦哟，这他妈的天要亡我呀，兄弟，太扎心了！不吃五龙嘛，狂中啊，可以。哎呀，化身自己死了的话，基本上已经翘一半了。神药，宝宝也不死，一直都不生了。好，你拉起来吗？还不动？我飞了，我不知道什么情况。没来。哇。啊、好吧，对，没来，有蓝也输了。刚刚在上一把被破掉。下一把吧，下一把打不了，又扣30分，妈个屁屁的吃光了这！妈的，两把扣他50分啊，这十八里能不能别带新人了？
你他妈带新人狂吃我粉，我与你死！下一把，下一把，打不了太远。他把把开鸟针，真厉害。